面中可以看到，是在高雄的小港机场的出境大厅，有一块这个看板呢是掉落下来，并且砸在了一旁的机台上。而这个保全人员呢，也是十分警戒的在一旁戒护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小港机场表示呢，这是在15号的中午12点多，这块看板呢是本来在这个出境大厅的两侧柱子的中央无预警的掉落，还好是珍珠板面的材质非常的轻，也没有砸伤任何人。而这块看板呢，其实是合作厂商来制作，上面写着祝您旅途愉快，目前也已经先撤下，未来将会制作新的看板再重新挂回去。也还好呢，这个看板掉落的意外并没有砸伤任何来往经过的人。